没有，就是怕说因为如果我下班才在那边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去。这要换掉，太烂了。我以为充电可以充。不好意思哦，刚刚那个手机有点锈抖了哦，那个手机就充电器插着，居然还充不进去了。不知道是手机的电池坏了，还是充电器的问题，这样，所以刚刚就断线了。我们明天就会把它整修好，以后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。设备不足啊，真不好意思。可能我刚刚在那讲话，然后手机生气，直接让我断线。对，杨梅有蓝天，没错，杨梅蓝天也是我开的。然后后面因为堵，哦，啦啦队又来了。杨梅蓝天也是我开的，后面因为赌球赌太大，就把它让给赌客了。我就把那杨梅蓝天让给赌客。可是现在杨梅蓝天的老板也是我以前的 partner， 哦，就是以前一起经营的。13-15哦。为什么每一场比赛都要打那么刺激？13-15。太辣，然后可以差一点。那个龟山蓝天也是我开的啦，对。其实以前蓝天撞场都是我去经营的。球场我大概开了快20年了。
以前在新丰开球场的时候就认识陈冠宇，那时候他好年轻哦，十七八岁而已，以前就很厉害。他是那种天才型的选手。13-15啊。好厉害！然后你们加油团也是有帮加松鼓掌哈，这样子不会伤和气啊，因为两边其实都还蛮有风度。范老板好，你也是范老板啊，乃仁哥。晚上好啊，乃仁哥。刚刚那个直播 iPhone 手机有点问题了，我现在换我的手机三星的，所以品质可能没有那么好。很模糊哦，那是不是我镜头太脏了？好，我先让它对焦一下哦。我今年哦，一定要努力赚钱。我今年的目标就是买一只 iPhone 手机。乃仁哥，谢谢，不辛苦啊，我们就为了赚钱。目前哦，哎，我这个手机会一直对焦啊，从之前的问题到现在都还没有克服，它会自动对焦。现在比分来到13-16哦，抢20。加油加油，两边都加油。哦，对，老师兵是蓝色积分哦，13-16，因为我断线重开，我就没有置顶了哦。对，老师兵就是蓝色的积分，加松是橘色的积分哦。
对。14-16，很刺激啊！14-16哈，加松暂时领先，还没打完都还排不定。这三颗星打真好，机会来了。
这球碰碰被敲走啊，碰碰。
放大。忽大忽小，我的手指太粗了，我想要把它调大一点，可是我的手指居然控制不了这个镜头。15-16，刺激了。毛道有中，毛道有中哈，15-17，我们是公平的啦，他自己加中还不知道自己中了，但是我觉得有中就是有中哈。
点点而已、啊，晃一下。这位置。对对对对。有啊，那个老司令前面都有赢啊。像他对那个小白啊、白翔宇啊，还有赢啊。然后他跟那个文龙第二站，他第一站输，第二站也是赢。有点紧张啊，他这球没有中，他自己都有点傻眼，可能到越到后面哦，越有压力了。刘一刀，晚上好。16-17哦，很刺激啊！谁输，鹿死谁手还不知道。太刺激了。Thank you.
个楼梯啊，看稳定性跟准度啊，哈，这个稳定性跟准度。这个客场很不公平的感觉，怎么说呢？怎么说不公平？对啊，我们这是负责播报这个赛事给网友看啊。对啊，那这个在哪边打主客场都他们自己选择的，都是有约定好，那讲好就好了。16-17。17-17啊，太刺激了，真的太刺激了。
会干。我跟你讲，我就会省好。刚刚那两分的时候是说看有没有逆股了，但是我看是没有啊，对啊，所以刚刚有稍微的暂停了一下，问了一下，但是哦，对对，今天画质不好哦，因为那个手机的关系，刚手机有一点，我们换一只手机啦，刚那一只手机充电有点问题。没有，我是站在公平的立场，其实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对对对，我对，今天画质不好哦，对啊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而且其实线上有400多位朋友在一起观看，哦，这个我们不能撒谎，撒谎就没风度。对啊。打球，老师打球真的很认真，而且很专注。因为他是体育老师，他可能对自己要求都很严格。
抢二十颗哦，17-18。圣战士，这是老士兵，就是。认真啊，专注力。从他身上看出充满了斗志。现在老师喊一个暂停哦，17-18。刚有一球就是争议球啊，就是老师兵可能觉得他那两分哦，打出去可能有一点逆骨啊。可是我们刚刚在看是没有啊，对啊，我看了就是这真的没有啊。如果是有的话，我就会说有。我这个人就是
比较笨啊，该怎样我就想怎样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希望就是说不要去得罪到老师兵或者是他的球迷，因为我觉得这不公平。对啊，那老师也很有风度，他那我说没有，他就让对手继续攻击哦，对他也不会说哦，他叫我当裁判，然后我说怎样就怎样，对，他也是很有风度，这也是友谊交流赛啊，对，不要伤和气为原则。17-18哈，我们稍等一下，让等选手回来。比赛继续开始哦，这场奖金是34。有点机会哦，一个胜三颗，一个胜两颗，都在他们的射程范围。他们的实力要连三连二应该都不是问题。差一点点，很可惜啊。定性真的很重要，你会越到尾声然后稳定性很重要，真的他们实力差不多。
会不会一枪？对，他们两个都有可能会有一枪的机会的实力。刚刚那个有球友居然从宜兰开车过来看，真的太强了。真的是标准的球迷，这么爱撞球。其实我觉得撞球真的很好玩，打了30年都不腻，真的。我相信线上也有很多球友都是打了几十年的，我们打撞球不是用一年两年来计算的，都是10年计算吧。所以打撞球很好玩，也很难。我觉得你就算打了10年20年，都不见得会很强。
是这样。啊，对。7-18，真的很刺激。机会，啊，差一点哦。要怎么种呢？
打的话，真刺激啊！18-18，老师那个心脏没话说。18-18，太刺激了。网球就是哦，心脏真的，打网球就是心脏，稳定性。就像我之前讲的哦，平时消耗很厉害没用，你模拟考要。大考要发挥水准的，这一球漏掉了，这球居然没中。这球居然漏他拉到先中颗星，整刮到他整颗刮太厚了，很可惜。刚刚那颗球会不会从头领先到我后面被逆转，真的很危险。心脏哦，看一下，哦，两个人都有压力哦，这球也是基本的，也没中，很可惜。这个都是压力的哦，基本球都漏掉就很可惜了。拉杆哦，我觉得两个拉杆都蛮厉害的。对我而言啊，
其实我打撞球，我最不会的就是拉杆了。我自己，我就觉得拉杆厉害的人真的很帅。谁能连二呢？谁能连二谁就赢了。这个这一球真的有水准，这有水准的一球，金牌。就是协调性，我不知道我的我就不会被，我就是不会拉杆啊，对。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拉杆很难，
因为我如果打低一点，我就会啪干了，就会飞起来。这场球赛真的很好看。8-19啊、哦，现在加中拼牌，但是老资兵有可能连二哦，这个就不一定，所以现在应该就是看谁稳定性比较好。没错，这一定会有第二场，因为真的很好看了。好，谢谢又一个小剑，这两个根本就是一来一往，这真的是听牌不见得会赢，然后看一下老师变的心脏，不懂稳定性。啊，太可惜了！我想说连二啊，这一球敲成这样，这边是攻守分明，然后该守还是要守，他不会乱拼，这就是打网子。然后加松武，其实我是不认识他，可是我觉得他的表现，感觉他这个人脾气很好，他很有风度。加松是很有一个很有风度的选手，很安静。他的表情不太多，看不出来他开心或不开心，很安静。感觉就是有风度的选手。主场太多人，又没封路也不行。哦，蛮好叫的。像现在是18-19嘛，
一个插一个，一个插两个。其实现在哦，根本都不能留小径给对手，我觉得留小径给对手就危险。所以他们现在都必须打带跑，一定要打带跑。则可会改达标后再赢两颗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还要再赢对手两颗呢？真的，两位选手辛苦打这比赛哦，那个太刺激了，那个心跳的加快，肾上腺素飙升了。其实我还蛮期待看邱立伟。哦，对，邱立伟是真的。对，不知道邱立伟什么时候可以？可以上场打一场球。上场来打一场球给大家看。哦，对，邱立伟也是打得很好那球。对我而言呢，球哦，桌球的算法就是deuce的意思啊，我懂了。我懂了，就是deuce嘛，就是平手的话就是要赢两颗。哎，这个感觉也不错哦，就是不会，就哦，谢谢，不辛苦了，因为我自己也爱看球。桌球的打法就是以后打有deuce的，这样子比较公平，比较不会有运气的。这个可以，我们到时候再跟对手讨论一下。这一颗中整颗，中半颗就滑下来中了。因为其实我以前也是很爱打桌球，打桌球也是真的也是很好玩，可是都打不好啊，不管撞球、桌球、篮球，我没有一样球可以的。对啊，任史竹，你也想要看邱立伟打球？对，邱立伟的粉丝球迷是蛮多的。哎，任史竹，等一下你应该。要出门了吧？不要再待到家里了，该出门了。你说小任，小任叔叔，我很久没看到他了。他最近迷上打麻将。啊，是哦。
现在11:50哦，我们来做个赌注，看你最后一球要花几分钟完成。应该完成。啊？应该完成。这个球不难打，一颗星，一颗星接到处理到，很容易走的。那时候他会往下走。哦，他解一颗星解球啦。宝哥的意思就是解一颗星了。最后一球不见得是加送哦，或许是老师兵呢，好不好？打个2-2，这个很难说、啊。哦，很难说、啊。该不会抢回去了吧？正确，短的不起。这说重话，应该照解短，对，该加中那个应该照解。哇哇，太拉太拉，要求有点可惜哦。好，老师兵应该看起来是蛮紧张的啊。对啊，没有把握住哦。可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样，到关键都是会很紧张。我记得我以前跟人家打网子，到最后面最后一球，我是整个球杆掉到地上，整个趴跪下去。应该是跟我打吧？八杆。对，我对手就是宝哥，我撇掉了。我是连球杆都拿不稳啊。太紧张了。哦，这个球，汤基，啊，哇塞，这个球真的是，这是无敌风火轮啊！这个真的是眨眼了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！这个球，大家刚刚滚到最后面，大家都停止呼吸了，真的太扯了！哇塞，这球打得太漂亮了哈！多少？